Hello， 我天文学嘉亨湾分行，今日不得不介绍嘉亨湾呢间两房，493尺，三面海，东南方向，极高，极罕有，极少放盘。好，我哋马上去片。好，佢嘅客饭厅咧个宽度咧约8尺8，长18尺8。佢呢只积咧。另外一個方面呢，就可以將廚房屋咗佢，可以變開放式廚房，令空間感更大。嗱，呢個不得不提、不得不留意，就係、是、避風塘東南海景極高層。客房方面約50尺，景觀同樣海景。主人房方面約70尺，景觀可以望另一邊維港海景。主人房的另外一邊同樣望東南海景。廚房方面，它用 L 型設計，有窗。如果將廚房的牆剝咗它，就會令到個廳空間感更大。廁所方面，它是用浴缸設計，有氣窗，絕對不是黑廁。